青青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刚才你在大厅的那篇话让我感动至深。我不会光靠嘴巴来感动人，我还要彻底的去做。等到有一天我的所作所为让你有这种感觉，那才是真的感动。你能的，我知道你能的。从认识你至今，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个行动家、实践派。我是行动家、实践派？怎么不是呢？当你生命里遇到逆境的时候，你总是卯足全力去对抗，像你的逃婚，对小草一姐一母般的照顾，视死如归的去刺杀魏一鸣，还有不顾一切的跑到北京来找我，种种的一切，你让我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惊人的毅力和不可思议的勇气啊！你那种付诸行动的魄力，有时候我暗地里真是自叹弗如了。你让我心生佩服，更让我为之倾倒。你觉不觉得把我赞美得太厉害了？你是这样的，今天你为了我，决心要扭转我父母对你既定的印象。这些对你，也许是最艰难也最漫长的考验了，而你却勇敢地接受。啊，青青，我爱你。这三个字或许太露骨，比较适合放在心里，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说出来。我真的好爱你。那停止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能宠坏我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通过考验呢，而且你才狠狠地骂过我一顿，你忘了吗？我宁可你对我凶一点，让我保持战战兢兢的心情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是认真的。这算什么吗？惩罚我对你大吼大叫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怪你对我大吼大叫，你骂的都对，因为我做了一件不可爱，甚至可以说不值得你爱的行为。现在我要努力纠正，弥补过来。套句你的话，我不要你一时热情的反应，我要做给你看，我要通过考验，让你真正觉得我是值得你爱的。伯母早。青青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怎么是啊？请伯父伯母灌洗。在这儿给我裁纸磨墨呀。今儿
小乖乖，给我预备什么好的茶食啊？瓜子、山楂、蜜枣，还有您最喜欢吃的风干栗子。嗯，好。咦，瓶子里有人，好像是青青的小草吗？进了人就跑，发财是在偷吃东西来着。 您村女冤枉好人，差点没成，一次壳全给剥了皮，不劳您动手，人家把您伺候的可周到呢。这些是我帮你打好的花样子。 不会很复杂，你绣起来一定会得心应手的。谢谢，我只请你帮忙打两个花样子，你倒费心，一下子弄了这么些个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嗨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那恨不得干脆帮你绣才好呢。当然，如果我这双手能有石榴一半巧，绣出来的东西就更能讨伯父伯母喜欢了。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的手艺已经不简单了，要想手巧，这是北京呀，这在天子脚下，人家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只要有钱，还帮买不到真品，北京你是花钱买不到的，对不对？说的是很动听啊，可是这东一份西一份西的，夯不啷当加起来会累死人的。 脑子就不会灵活点，两位老人家看得见的地方你就坐，看不见的地方能让我们代劳的就让我们代劳吗？你这个人真没诚意。由此可见，你对我的用心八成是偷金减两的。什么八成？最多两成。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一成，一成。你逗你呢，瞧你那认真劲儿，我对你。 那当然是十成十的真心诚意了。还怪你！哎，我相信，所以你也别劝我了。我明白你是好意，不过将心比心，你应该明白，我对世伟同样是十成十的真心诚意。那么对他的父母当然也是如此，这跟看得见或看不见多无关。不是，即使有心，也要量力而为。 你从早到晚的捡这个活干，抢那个活干，还要忙刺绣，晚上还要读书写字，我们在旁边看了都替你叫苦连天的。说不苦，那是骗人的，但是心甘情愿，绝对是我的真心话。真拿你没辙。好吧，咱们至少收下这玩意儿。 石板呢？做什么用呢？写字用啊！我看你每天晚上跟小草学写字，用毛笔写字啊，又慢又辛苦，所以就买来这个。那，用根粉笔就行了。写完了以后呢，就这么一擦，又干净又省事儿。现在连小学校里都改用这玩意儿了，这可方便的多了。是啊，这是我们特意买给你的，就是为了让你省点事儿，干活都忙不过来。 还要忙着裁纸磨墨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你们支持我，帮助我，还这样为我设想周到，我……别说了，那你是做什么的呢？谢谢。 Thank you.
娘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说你说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呢，我们发现青青总是在悄悄地做些个伺候人的工作，啊，这由他做嘛也不是，不由他做吧也不是，弄得我同你爹啊，心里老大不自在的。她毕竟不是咱们家的丫头嘛。哎呀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去跟他说说吧。竟跟底下人抢着干活，大伙拿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就由他去吧。其实你们心里也都明白，他不是在做丫头，他是有心要孝敬你们的。能何不敞开胸怀，自自然然、大大方方的接受呢？您只看见他表面上这里做一点，那里做一点，却不知道他为了这小小的事情，得克服心理的障碍，得费尽唇舌，人家才肯把工作让给他做啊。他暗中得花多少功夫，才能摸清你们的生活习惯？这些你们都想过了吗？他是如此的用心良苦，你们还忍心要我转达什么话呢？爹，娘，爱屋都能及乌啊，喜欢青青并不真是这么困难呢。没事儿。哎，这不是我跟老爷的衣裳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我这才送回去，通通都弄好了。什么弄好了？就是裤子掉了的地方已经钉好了，一摆裂开的地方也已经缝好了。是青青做的。你猜就猜到了。他不想给你们知道的，你不会生气的吧？要不要检查看看？像什么没弄好的地方，像刚才掉在地上弄脏了，那我就再拿回去，让青青再重弄吧。不用了，我相信都弄得很好。去吧，拿回房里去吧。是是。请伯母收下。我为伯母绣了条手绢，为伯父做了双鞋子，绣得不好，请多多包涵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告退了。啊，如果鞋子不合脚，请一定要告诉我好吗？我一定马上重做一双。我走了，不打扰了。这孩子真是在默默耕耘。丝毫不差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鞋子呢？天下无难事，
只怕有心人呢。迎春，给老爷太太送宵夜是不是？是啊。可不可以让我来？你守在这儿就为了这个？拿去吧，小心一点。我会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伯父伯母，请用宵夜。哦，等一下。是，伯母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，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手绢绣的蛮不错的。那双鞋也挺好的。这宵夜也是你做的？啊，没有，不是，我请迎春让我来送而已。我只是希望有亲手伺候你们的机会。假如你们不嫌弃，我是非常愿意下厨做些好吃的让你们尝尝。在扬州的时候，我也经常这么做的。啊，好好，今有空的时候，你就坐坐吧。啊，是。